480块钱买了一台，哎，这个迷你的 3D 打印机，哎，看它到底能打印出点什么东西来啊！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好像很复杂的样子啊！看这个说明书这么厚，几张卡，这是个啥？哎，他还送了一个内存卡和读卡器啊。那这个呢，应该是他所用到的线材，一个特别的数据线。哇，这个东西有点复杂，原材料有点多，配件有点多。这个是啥？来看一下，有那个味道了，看见没有？这个味儿来了，好像也挺简单的。呀，咋弄的呀？这个东西我们就自己操作不来了，需要看说明书。Later。基本上的安装呢，我已经安装好了。然后看一下这个机子上有哪些按钮和插口吧。我这边看了说明书呢，这个是一个返回键，这个呢是一个 TF 的插卡槽，然后底下这个是进料和退料，就是这个打印料。这边呢是一个 USB 的口啊，然后这边是个电源。然后说到这里，这里是它的打印头啊，那料呢是从这个地方进去的，往这里进去。底下呢有这么一个小的喷嘴，也就是打印的时候喷的那个嘴啊，哒哒哒哒哒，到时候就喷到这里。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播放键啊，其实就是打印键啊，一摁它就开始打印了啊。还有一张这个说明书啊，这个说明书呢说了几个打印的阶段。儿童级呢就是这个 TF 卡，这 TF 卡上呢是有一定的图形可以选择的，我们点一下它就直接可以打印了啊。Nice。然后入门级的话，可能就是要自己去贴片，自己造东西啊，但也是相对于比较简单的。第三种呢，就是，更加厉害。然后第四种是高级啊，高级就要特别的说一下了啊，也就是你自己会画图了，有那个建模工具了，你去建模了，建好之后再把它放到 TF 卡上插上去，就能够打出来你想要的这个东西，哎。行吧，我们先从儿童级来玩一下，毕竟我们是个新手啊。这边呢是他的新的教学，原来他还有视频的教学，那我们看一下视频教学。这个呢就是他的建模软件，就是可以造一个 3D 或者 2D 的这样子的图形，我们搞一个东西上去，上传一张自己的照片。这个效果有点奇怪啊，我搞一个别的。哎，我选择这个吧，自己的头像。哎，得到这么一个东西，我还是很满意的。我们打印一个这个东西。
哦，看见底下了没？看这底下，流出东西来了。感觉这个东西就是热胶枪，哎。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内存卡里面的文件，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头像，给插进去啊。OK， 现在理论上应该就可以打了。我们按下这个播放键，等上一分钟左右，它就可以开始自己打了。开始了，这个估计要打很久很久，我们给他点时间。这十几分钟过去了，我发现他打印的根本不是我的照片啊，他打印的好像是个立体的 3D 的。哎呀，这先让他打完吧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哎呀，原来就搞出了个小火箭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打印出来的小火箭还是挺坚固的。好，把这个底座给掰掉。哦，中间是一个中空的结构。然后呢，它其实没有用多少耗材啊，还有很多。哎，这个小火箭打了得有个20分钟。那我们现在来打我们自己的头像，我现在已经重新调整过了啊。经过一番研究呢，我们终于可以打自己的照片了。重置啊，我们现在先把它调高。OK， 再开始打印。好，等他一下，给他点时间。这个打印的感觉很奇怪啊！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打了这么久，足足有50分钟，我们来看一下打了一个什么玩意儿。就打了个这儿，还不是粘在一起了？看，这个五官轮廓在这里。一个发型打出来了，然后这个字呢差不多大概能看出来是一个什么字。看来用 3D 打印机打印二维的图片好像有点不靠谱。那么最后我要来打印一个瓦砾。哎，现在我们开始打印啊。每次打印呢是花费的时间啊，那是相当的多，但是这个耗材呢用的不是特别多啊，感觉还是挺经用的这么点东西。像打这个小火箭呢，它是非常快的，因为中间空的，然后这种模式它很简单。又开始打了，这下子不知道需要花多少时间，因为那个瓦砾啊非常的复杂，所以我们可以去先洗个澡。这次呢打印的有点快，20分钟它就打印好了，我准备去洗个澡都没有时间。先把这个电给断掉啊！瓦砾啊，细节有点少，我们先把这个抠下来。这，大概能看出来这是一个瓦砾，对吧？中间呢，这种的粘沙了，其实本来是不打印的，那需要手动给它弄开。我们现在给它整理一下。好，行，你打印，那就别吵。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，感觉打印出来的效果并不是很好，可能是因为这个打印的模型太小个了，也有可能这种打印机能打出来的效果也就只能这样子了。那这个火箭呢还是更加的有样子啊，这个瓦砾可能是太小了。经过一晚上的实验，昨天晚上呢我又连夜打了一个大号的瓦砾啊。哎，这个瓦砾就要大号很多啊，用来看一下它会不会更加精细呢？那它呢，其实会精细很多。这个轮子这里，这个链条，然后这个爪子，包括这个眼镜这里啊，也都是多了很多细节吧。它俩相差这么大，花的时间也是相当很大。整理完以后呢，这个瓦砾就是这样子的，还是缺少很多细节的，不过比这个小的好太多了，不错。 OK， 这就是关于300多块钱的一个 3D 打印机。那它能做的事情呢相当有限啊，如果是一个专业的图，自己画的图让它来打印的话，相对而言应该是比较困难的，打印出来效果也是比较一般的。所以说要买一个专业的那样子的 3D 打印机才可以，这个呢有点像儿童玩具了。那视频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视频记得评论、点赞、关注我，拜拜。